是丽阳，我是丽文，我是韵佳，欢迎收看龙鹰电视中国日特别节目。在我身边是底特律中文学校的董事长邱珊珊女士。邱老师您好，您为什么要组织今天的中国日活动？好的，谢谢您采访我。那么我们底特律中文学校呢，已经有了40多年的历史，是当地最大的中文学校。那么我们不仅仅希望我们是一个教中文学中文的地方，我们更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个平台。所以我们每年已经形成了传统，都会组织这个活动。邱老师，请问您为什么选择做中文学校的董事长呢？这个答案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一句话，社区建设靠大家，我们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时间来为社区贡献，那么我们的社区就会越来越好。我只是所有的很多志愿者中间的一个。在我身边的是底特律中文学校校长张先刚老师。张老师您好。你好。请你谈谈举办这次活动的感受。对，你好，这一次是我们学校第二次举办中国日活动。在这次活动里呢，我们有中国文化小吃街，也搞了中国文化展览，还有中国书展，包括了中国文化知识的问答。另外呢，我们还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准备了很多娱乐和活动的节目。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呢，能够把我们中国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教学之中，让我们的学生通过这些活动了解中国文化，能够更确切的真切的体会到跟中国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，让他们有学中文用中文的地方。在我身边的是小唐厨房的唐妈。唐阿姨您好，您参加今天的活动的感受如何？感觉很开心，虽然我们今天早上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是食物，有很多是要新鲜，就是一大早就起来忙，但是累被快乐着。在我身边是中国文化常识小铺的汉子刘，请问你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个活动卖书？我们今天想要让大家都学一下这个中国文化，然后多长点知识。那你们的书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都是这个有些好友这个给我们捐的书。我觉得书法呢对孩子教育是挺好，所以今天我来教他们怎么握笔，怎么基本的笔画，因为这个也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，书法。所以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密西根美华协会的陈凯凯。陈先生您好。你好。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今天我们是美华协会，是服务于密歇根亚裔尤其是华人社区的一个非营利组织，然后我们的宗旨就是推广中华文化，还有服务于我们密歇根的华人社区。所以今天作为一个中文学校的中国日，我们很有幸就是来到这里有一个展位来推广我们中华文化。就像呢中餐不缺席世界的大餐似的，新疆的很多的美食小吃我今天就想带给大家来尝一尝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底特律中文学校的校长助理张新慧。这三位美丽可爱能干的学生都是我们底特律中文学校的孩子，他们平时不光学习成绩优异，而且热心社区服务，多才多艺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请这三位主持人谈谈他们今天主持节目的感受。我觉得主持节目很有意思，可是比想象中难的很多，要练很多遍。主持人呢，本来也不是我以为我会喜欢做的事，但是后来经过这个今天的活动，我就感受到其实采访人很有趣，而且也可以学到很多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一开始我实在是太紧张了，通过这次经验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，像以后如果要采访人一定要问短的问题，还有不能紧张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怎么样，我希望更多的华裔的二代们能够加入我们。感谢收看龙鹰电视，我是丽文，我是丽妍，我是韵佳，下次再见。